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本期娱乐无限歌，好听的音乐分享给大家。最近在多伦多演唱会上，徐子尧凭实力夺目。在短短几天里，徐子尧的粉丝暴涨百万，火出了圈。他不仅音乐才华出众，歌声优美动听，外貌也具备东方气质，网友直呼人美歌甜，成为网友心目中的国民老婆。有人说他是刀郎下一个云朵，甚至还有人说他超越了云朵。真的是这样吗？我们用两首歌来比较一下。徐子尧在刀郎演唱会上唱《西海情歌》，悦耳动听，声音清澈悠扬，犹如天籁之音，直达云霄，又是山间清泉，洗涤每一位观众的灵魂。而云朵的《西海情歌》充满了情感，让人感受到了那种深深的思念和等待。嗓音真的很有穿透力，歌声余音绕梁，回味无穷。爱像风筝断了线，拉不住你许下的徐子尧在刀郎演唱会上唱《爱是你我》，在线起唱功炸翻了全场，所有人都被他的声音迷住了，现场观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那嗓音纯净的像三泉，直击灵魂。云朵可是靠《爱是你我》火了好几年，成为刀郎音乐帝国的女主角。她的高音轻松自如地扬起，宛如一阵旋风，将歌曲中浓烈的爱与坚韧不拔的情感完全传递。综合来看，云朵和徐子尧都有着各自不可替代的实力，各有千秋。徐子尧的声音干净清脆，演唱轻松自如，舞台表现力出色，而云朵则在高音和情感表达上更具有优势，声音辨识度更高。小伙伴们更喜欢谁的歌声？喜欢的小伙伴点个赞，转发加关注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